フレットの信号はこの辺りから来てるみたい。装备其他武装再对话会有不一样内容，这么好。それがこの信号受信しかできないみたい。なぜか逆探知もできなくて。ごめんね。いや、それなら仕方ないさ。いつも通り探しに行くしかない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のエリア、今でもシステムが稼働してるみたい。何が起こるかわからないから、気をつけてね。哎呦哇，有机器呀！补补补补补，嘿嘿。没有地图，看不懂。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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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真的做得不错哎！高品质，这里去。真名猫妖，生日快乐！哦，这个游戏如果没有穿墙设计，不知道难度有多高。像这个反制移动法。哎，我靠，这么凶的！这什么懒教徒就这样？你娘嘞！就是一张烂屌穴，这仗死了。我还要再走回去，烂掉去。货真价实的干片。哇，这么酷啊！嘿、hey, ，你干嘛、啊？哦！这样轰不到。没有地图要怎么办？哦，太刺激了吧！炸弹直接挡在我的门口，有够恶劣！次郎，这嘟嘟嘟！突然之间，游戏的玩法跟内容又增加了。
ごいな。ト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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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血，这个血不要再骗我了，哥哥。哎呀，这个血我有感觉到，好像是有料。还好我有感觉出来，那边好像可以炸。反制移动区。干这傻小啦，敢不敢再智障一点？被你撞了。我操！没有走上面，干嘛？这边打王啊 ！Warring Warring， Do not see the laser。下面，雷爪，好像蛮废的。好像蛮废的。抱歉，抱歉。想说话，想说话。哎，然后嘞？哦，下面有看到。这什么、啊？闪光弹？如果在昏暗的场所使用。啊！我现在还没有拿到那个。我还没有拿到我的地图呢，它怎么一路掉下来？哎，我又看到一个序，是后里序。哇，好亮！闪光弹持续时间是有这么久的。哦。啊，真是假的。太亮了吧！就这样，就这儿。原来这个就是闪光弹的真传啊！越亮的地方你越亮。就这样，出怪房。
到地图了，耶、yeah ！然后我还要再跑回去有靠背，都2020了，有没有考虑就是拿到深处的宝物之后直接传送出去？有啦，至少他打完网都有把我传送出去了。好评。我的名字里面有十个字，生日快乐！哎、欸，靠北傻笑！谢谢大家，我直接摔断自己的狗腿，神作！卢文忘记自己不是在车里面。一路打到最深处，然后从最左边那边出去，太麻烦。小心，小心！哎。这么刺激的吗？夜风降、欸，哎，这叫干嘛？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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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看他一整跳两个。为什么跳不上去？我的 hell！ 这么难的吗？突然发现自己被打过。上面怎么有一个这个？生命值提升，上限加一。哎、欸，那我之前是不是没有拿到？有一种之前的区域我没有拿到的错觉。那我不就要再回去拿了？完了，还有这什么东西？哦，我的天！大屌魔炮！我回去拿我的炮，我的血。反制斗铁路，竟然没有 dash 之类的能力。哎，没有啊，这里就这样啊。靠北，原来又是一个烂屌穴，我气死。
次哦，又是一个烂屌穴。啊！杀人烂屌穴。气死我了。哎、欸，小心！啊！又忘记上车了。其实我也真的是很想要上车。哎呦，我看你是什么？趴的吗？这关我是可以拿到可以飞的能力。我好像这一关拿完才可以回去，真的耶。悬浮。このチップ、ソフィアのホバー機能が復元できたみたい。空中でジャンプボタンを押すと対空できるけど、SP の残量には注意してね。あ、そう、麻烦。にしても、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にチップが。なんだ。ジェイソン、上を見て。おい。なんだあの歯車は。メタルギア。それにこのデカさ。もしかしてこの反応、あれもミュータントの一種みたい。しまった。チップを餌にママとおびき寄せられたってことか。気をつけてジェイソン。来るよ。ジェイソン。The Anchor Central Gear。Central Gear。哦，这打法是这样。Central Gear。奥利尼亚。没有很难打，不要花不少时间的。Central Gear。 我要抓准时机耶。哦，你干嘛？哦，有了有了，半血了，稳。住住住住住住。哎，你干嘛？还好我有感觉到他想搞事儿。这是怎样？这是怎样？哎呦，我靠！新攻击动作，滋滋滋！他要死了，屌虐！哎呦！敢不敢用个比较简单的攻击模式？
よね。なんとか倒せたか。まさかあれもミュータントだったなんて。うん、私も驚いちゃった。でもジェイソンなら勝てるって信じてたよ。イブのサポートのおかげでもあるさ。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ん、あれ、フレットの信号が消えてる。なんだって、信号は受信できてないか。うん、今は来てないみたい。ごめんね、私がちゃんと見ておけば。いや問題ないさ、また信号を受信したら教えてほしい。你又失去信号了。又。没有 SP 了。这是什么？这个可以干嘛？哎，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它好像要缩小呢。一切都按照计划中进行。爬啦，好慢。到了。这是怎样？要不要这么残酷？哎呦，我靠！妈的，出其不意射你！真的怪，对哟，可恶，可恶的游戏。Warren Z 2017，这是 Z 2017吗？哇，怎么变这样？None。 哎，想搞事是不是？哇，怎么突然防御了？这是我清太慢，他就会那个嘛，就会越来越多。全部是怪打我，看这粉红色的 Z2017 好像有点猛哦，还是屌虐。这什么推进跳跃，我现在会二段跳了，二段跳车车，
然后我又要爬回去。耶！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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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哎，叫我回去，叫我回前一个区域呢。到要叫我回去的状况，瓦卡呢？咦呀，右边的没有。右边那里什么都没有，妈的！哦哦哦，哎，好跑快！那现在就一路往上飞回去是吧？错了，哎，这里是不是可以走？哦，这里可以走。艾莎，这个穴我进去过吗？好奇进去看看。哎，进来过，烂屌穴想起来了。哦，你要推进跳跃还是悬浮？Area 2. 我现在回到第一 area， 我要先去拿那个加血的那个奖章。哎呦，2:40了，打到3:00。靠北还是没东西，这个吧。哦，哈哈哈！哎，
这个吃了会加血，没事儿。然后从左下一路向。这个不知道 FC 版本玩起来到底什么感觉，其实也没有不知道啦，回想起来就知道了，要多哭有多哭。我是不会去玩 FC 原版的。Area One 又肥奶了哦，他这是叫我上去。之后不就要回去下面，然后再从那个地方走另外一条路。这个游戏也是很会赚玩家时速哦。明明可以两小时过完的关卡，还可以拖到20个小时。我看在右边哦，天哪，绕过去。狡兔射手，又让我拿到一个生命值，哦耶！看来还有5个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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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这里边顶一下啊！啊，机器人发疯了是不是？又回到最初的起点。我还记得 FC 版这边有多贱，下面会刺你就算了，上面还会有东西从画面外飞过来咬你。哎，跳了！狡兔射手，狡兔射手，你干嘛？游戏设计也是很酷呢。原来别有洞天，Area 4。ジェイソン、フレッドの信号受信できたよ。よかった。信号はどこから来てるんだ？それがかなり遠いところからなんだけど。この場所は冰河区域だな。よし、ひとまずはそこを目指そう。我看，还是怪物。哦，这水母好像没什么攻击欲望。
靠杯，刚讲完，原来它是由直接直直撞击的类型。血呢？这是不是卡key？没有卡key不给过。看到了，你最好不要又是给我烂屌血哦！完了，烂屌预感。哎，靠北！刚刚那个洞是掉下去的。哦哦哦！哎、欸，这个洞做的也太难走了吧，哥哥！结果就是烂屌血，我真的要气死！探血游戏还会探到烂屌血。上车，上车，一定要记得上车。这种马里奥水管，这什么恶魔城常烤鸡墙壁。Today is good Pyong day. 这是不是冰冰的？太乱了。哇，竟然有深海地区，海水。
好大。哦，原来那个坏掉的那种可以那个踩了它掉下来。它怎么有红色的？凶猛吗？这是都补品，到底是要干嘛呢？那是懒教地图，又乱又复杂。我又需要闪光弹支援了。耐心小游戏，怎么都没有 dash？ 敢不敢出一只网？哎呦，哎，加血，这个好。舒服，然后我又走回去，这也是一种烂屌去，虽然有好货，微烂屌去。其实我也真的是很想要上车，半天什么屁都没有，敢不敢做一点有意义的设计？漂亮的跳，我怎么越走越深了？
这里到底是哪里呀、啊？灰鹅 MI 啊，怎么到了一个很像 BOSS 战的地方？巨大ミュータントのお出ましか。このミュータント、フレッドと体の構造が似ている。気のせいか。気のせいか。すごくヌメヌメしてて気持ち悪い。イブ、気持ちはわからなくはないけど、サポートを忘れないでくれよ。頑張るね。Warring, warring. The earth shouting, get off. 名前叫 get off。敢敢不要再跳了。屌虐我的丢丢丢丢丢丢丢就死掉了。再会了，给喽。Key one。これは水道エリアのシャッターを開けるためのセキュリティプログラムみたい。なるほど。それがあれば開けなかったシャッターのセキュリティを解除できるわけか。うん。セキュリティプログラムは。キーライフルにもインストールしておくね。ソフィアに乗ったままでも近づくだけでセキュリティが解除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けど、ソフィアじゃ入り込めない場所にあるセキュリティはジェイソンが直接解除しに行かなきゃダメみたい。わかったよ、ありがとう。あれから氷河エリアの動きはどうなってる？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ビガンザクッドさっきよりミュータントが集まってるみたい。それにフレットの信号も動いてないかな。でもミュータントが集まってると、もしかすると狙われる可能性もあるか。よし、できるだけ急いで向かおう。急げ向かおう。あ、じゃあ来了一个打王区。我想说好像田尾一下子扣一格，我就站着跟他 A 了。竟然还有路！不过他资源有点匮乏。匮乏。有没有哪个大哥要施舍一点补品啊？关了。这是什么巨大马眼？原来是这种设计啊！货真价实的一波带走。
就这边就这样，棺材房。小心，我听到一个震动声，我不敢动。啊！还想给我乱冲啊？哎，其实摇杆会有明显震动，感受到摇杆明显震动的时候，就是不妙的时候，快跑！干嘛干嘛？哦哦！哦好恶心啊！自己的，哇，这关很硬呢，这么满吗？右边那是什么？无法打出。嗯，哇，好硬啊！哦，没地图，好尴尬。我来不及耶，是不是要出事了？完了啊！就一格血量跟他换。没事没事，迟早会抽到的，感谢。他说把你冲走就会扣血，不过问题大。真的、啊？哇，这什么、啊？好恶心啊！斯帕克。Salamander， 沙罗曼蛇。哎呦哎呦，我操！再胖呀！敢不敢再强一点？哎呦我操！差点被打雷喽！又屌虐，火花冲撞，向前方高速。冲撞按步机键发动，这里没了。哇，我看拿到一堆，这干嘛的道具？然后嘞，哎呦你！
还想嘟我？大哥施舍一点补品，好想补血哦！啊啊！我剩三格血了。射不到。开门，开门，哇哦！咦，好，现在这边怎样？右边那边没东西。我的地图呢？没有地图，我就不会玩游戏了，救命啊！有一个血，还想逃过我的马眼啊！结果打到三点多了，打得停不下来。这个说不是说可以用那个，可以耶，可以吗？不行，可以耶。太神了吧！飞呀！这只是一个捷径而已，没啥意思。已经玩到停不下来，旷世神作，吹歌 witch， 看他这样绕下来了。我连那冰雹，舒服。就是个捷径啊！难度其实蛮低的。他给的补品那些有的没的都算大方，不是太夸张的 BOSS。
又有王可以贬。啊，怎么又这只？又是你 ，Snake Time。哎，不是，是奇怪的东西。我用雷电。Raiden！ 意外的变成一种节奏游戏，我感觉好强。屌虐极限射击，长按后能充能。有啊，你有充能。大幅增加攻击力跟攻击范围，可是不能穿墙，只有雷射可以穿墙。他射那个会消耗 SP 哦，靠杯，我还在那边射这么爽，哈哈，奇怪，怎么按到一半不给我按了？下面那边怎么会到现在都没有看到那个地图？有了，我感觉到了，这边一定有地图。完了，没有超能力了，我的超能力，毁于一旦了。哦，啊啊，别。是不是要完蛋了？哇啦，兵败如山倒，一会儿加入超能力都没了。哇，大哥，对不起，受不了了。掉还要转一圈，没事儿没事儿。他从上一个记录点开始，那有什么问题啊 ？Easy。EZ 啊。这是我们循序渐进。这次一定过了。
おー EJ EJ、刚好射不到。恶心不语。这把我们打慢点啊。这个时候其实会暂停，那叫什么？场景设计很搞。哦，设计很搞以外，难度也蛮高的。说好的低难度游戏呢？那你这边没有那个，没有舒适圈，我要怎么玩下去？哦，原来这边是本身就是舒适圈的，没错没错。我刚刚是死在这里。那这样子有 yes 吗？哦，你都走下面的话是捷径。叫做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先带走参哥。我就是你的哀愁吗？妈的逼！干好远！休息室，有地图在这里。You got a map， 然后我又要再走回去，我要再经历这个大风大浪。唉，这个怎么没有一箭跳出迷宫？按触控板存档，我看真的假的？马上来试试看。
哇哇，太神了吧，又被我学会一招，虽然谢谢大家，又更会玩游戏了。他跳水竟然不会受伤，耶！下一关，我要先跑到最上面啊！好，游戏体验越来越好了，极致舒服。为什么？而且我一直以为它存档是要踩那个圈圈才可以存，没想到它可以任意时间即时存档。游戏其实是有这么舒适的。现在怎样？为什么上不去？我要找一圈，绕一圈往上。这是什么极致舒适？啊！过关。那所以这是怎样？这个我要杰森大冒险了。杰森的炮好废。哇！杰森跳水。看这样也不行哦，完了，杰森是不是只能够爬上去之后往右边跳，跳到水里？哎，靠背，要跳到梯子上抓住。太难了吧！杰森加油！快啊！舒服舒服。再想办法回去，可以开跳，嚯嚯，啊，舒服。那我飘不起来。耶 ，Area 5。ここから先は人工的に作られた海か。厄介だな。水中での機動性がないソフィアが海の中を進むのは無理があるか。イブ、このエリアにソフィアの機動性を向上させる方法があるか調べられるか。うん、
私の方でもちょうど調べてたの。もう少し待っててね。うん、チップの信号があるみたい。これがあれば機動性は確保できそうだけど。信号は海の中、潜って進むしかなさそうだな。海の中は流れが激しい場所もあるみたい。気をつけてね。うん、好刺激哦，这个游戏。好了，那刚好也到了新地区了，怎么办 ？Safe 的 ，OK 啊，玩爽了，史上最强，痛快无比。神作。哎，不是啊，不是说安装那个吗？安装二三代吗？等等，我没有安装二三代。装一下，装一下，装一下，装一下。那啥，好了，装进去了。嗯，一下要围绕在那只青蛙身上，也是蛮好笑的。好，那我要关台休息啦。我那三代装太快了，明天有空再打啊。二代装好，正在复制，天元无限智勇双全，表里转心人机压倒，都不知道副标题有多大。我好像更多机器人嘞，酷哦，酷哦。嗯，啊，怎么衣服变成那样子？怎么有一半变黑的，还在流血嘞？太可怕了！好了，先这样了，明后天再打啊！好，感谢各位收看，再见。抱歉，又复活了。我看一下有没有漏的，有没有漏？有漏。哎，没有，没漏，都念过了。好，拜拜。